뭐래? 응? 더샹 유샹 마샹 고라. 어, 실마? 나 진짜 옆에 파이머. 아, 예. 我 진짜 옆에 파이. 야, 전에 가시 봐. 那个人叫玄一旭，但很善于创新。汲取机电前，就有一个好创意。当他走路的时候，瞪了一个陌生人。那个人很生气，于是他们打了一架。看什么？ 他就算急了，那个主意，他辛苦了几天，为了找一个二丫门保护自己，哎，别的人已经做过了。 反正他那个创新了一个啊宗教，创新了一个宗教，怕的跟随着越来越多，然后他。 别的人已经做过了。他那个，哦，他睡觉的时候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他，哦，女生来了。嗯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准备的怎么样？ 准备的还可以。那咱们继续做吧。他睡觉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他应该做一个转型粒子加速器，作为国际高能物理学研究之用。 这样可以更加了解我们的宇宙。别的人已经做过了。啊，已经做过了。在这是已经做过了。如果所有的创新都被修仙过了，我还怎么可能讲一个创新的故事？行行行行。他那个走路的时候，他跑步。为什么跑步了？更酷。为什么更酷？ 因为这让你更加自信。我放弃了，算了吧，咱们做一半的报告吧。走吧，走吧。OK。晚上去 KTV 吧。晚上去 KTV 吧。